错。哎，妈的，老子心里不服啊！我操，真的，我这不服啊！那天我的告诉你，这个底座跟这个齿轮做好了就行。是啊，我都有点不服，真的不服。我说他妈的油那么难搞的东西，谁大了？没有这个，到时候这个板子要那么长，切掉。切掉，切掉，你这坐近点，然后就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这里是挨住了吗？切到这个位置，对。哎，好像没有感冒。你那里，你这里不是有东西贴吗？帮我们切掉吗？有短的，我们有短的。好了，换上去吧。有短的，等一会儿换掉。对，不要这个。要发出去喷油的是吧？这个位置就行。我现在不是发了一些货在那个。防腐油那里再喷吗？没有啊，手上就这一个店的才会发的，因为这个颜色我就月底要出货的，中午晚上出一下在那里发的。速度快一些。你自己又搞个油吗？没。那早说今天去哪里去试试看的，但是我那个货已经发完给娘了。能不能要？可以。他这个后面就预定液好了，他这后面就预定液好了。好吧，哎，好。那没的，帮忙。这个先不要发朋友圈啊。嗯。这个应该是客服的一个。不会的。这个不要发朋友圈，这个客户的，这个客户非常要求非常严的啊。对啊，这个是他的 logo 来的，这个不要发朋友圈。嗯。也可以给他们看一下，但是不要发朋友圈。我那天我都讲过，要美就一个。在全世界只有这一款。